兄弟们，晒出油了！由于这段时间持续高温，导致水源严重匮乏。昨天看似晴转多云，今天马上就要下雨了。于是我们利用竹子、废旧塑料瓶，制作了一个雨水收集装置。雨水会随着这个竹片流入我们的收集装置中，又在石头缝里寻找到了少量的淡水，利用裤脚过滤器简单的过滤，才得以解渴。由于昨天喝了石头缝里面不干净的淡水，导致我今天上吐下泻。淡水都吐出来了。等等，你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找吃的。鱼也不见，水也没有，想想办法，制作一个能够长期喂淡水的工具。这个你懂不懂？这边太热了，走吧。这是你做的吗？对呀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居然能打造一个荒野版多功能灶台。那个真有水，我先尝一口。哎，一股竹子腌肉的清香味。哇，还有馒头啊！哦，一些馒头，估计狗都能打造出来。哇，这太硬了吧！来，给一半。还有沙子里面，太晕了。不要急不要急，慢慢的吃，我帮我爸爸给你想。没有肉吗？有啊，还有烫烤麦的。让我看看，这是麦的，夹着这个饼吃应该很香。来，给你也尝尝。嗯，这么脆这么香。这个装置不错，既能烧又能烤，还能蒸，还能过滤海水，蒸又淡水，真的是一举多得呀！不错，周子爷，必须表扬你一下。再添一些柴火，多收集一些淡水，
今晚准备下大。那下好了吗？扛住了吗？什么扛不住？我是下去打疫苗。小屁孩等啥呀？真的是。我在这边。